低脂拌面分享给你们，鸡胸肉加调料腌十分钟，虾仁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少喷一点橄榄油，食材发生梅拉德反应是最好吃的，煎到这种焦褐色再剪开，酱汁的甜味就用梨汁来代替，再来调个超好吃的拌面酱汁，里面不放糖和油真的很低脂了。接下来把胡萝卜和香菇焯一下，荞麦面开水下锅煮三分钟就可以捞到冰水里了，冰镇一下口感更筋道，再放入喜欢的配菜，马上煎好的虾仁和鸡胸肉，再浇上自制灵魂酱汁，再把面条拌匀，鸡胸肉煎着吃真的会让你爱上减脂餐。再来两个鸡蛋清，又是蛋白质大爆炸的一餐呀，夏天我们一起快乐减脂。